边硬边亮。五花肉吊炉买了好几年了，烤过鸡鸭，烤过牛羊，就是没有烤过五花肉。早上买了一块，今天做个网红美食脆皮五花肉。是，磨馅大，把肉修一下。这块肉薄厚不均，最好修平整一些。切成三指宽的长条，肉皮上撒一层薄薄的细盐，滴出里边的这个油脂和水分。出水之后再刮掉，不然会很咸。瘦肉朝上，再来腌制一下。青花椒、红花椒、辣椒面、花椒粉、一捧孜然、白芝麻、半包十三香、盐、味精、鸡粉、姜片去腥、花生油，把料拌匀，都拌一拌，一会儿吃的时候更有味儿。瘦肉往皮上勾，但是这个皮不要扎破。边硬边亮，调一个脆皮水，小苏打、盐、搅化，肉皮上的调料刮掉再刷，一会儿晾干了还需要再刷一遍，里边再穿根签子，烤的时候不容易弯，露个头就行了。炉子先预热，开始烤。瘦肉炒里烤30分钟，趁着火再烤点红薯。5分子就行了，太硬了硌牙。先吃这两块，一会儿亲戚来了让他们自己拿。洋葱、大蒜、生菜，终于烤好了，先来个原味的尝尝。脆而不硬，这个硬度刚好。这肉肥瘦相间的，看着就香啊！多加几块大蒜，绝味。从内到外，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口感。确实啊，猪肉还是五花肉香了。那是。这边是油炸品，这边是各种硬菜。这几天老感觉嘴里淡不拉几的，买了几只大龙虾、大螃蟹。今天咱做一个最近比较火的螺蛳粉火锅，把它们几个涮一下，解解馋。先把田螺刷刷，看想跑了。去一下腥味，白酒。锅底炒一下，花生油、姜蒜爆香，泡椒、各种大料，花椒、麻酱、干辣椒，都给它炒香了。豆瓣酱、腐乳、酸笋。中入白酒。加入清水，一根劈开的猪筒骨，调味来点盐，冰糖提鲜，味精，鸡粉，炖一个小时。这道菜鸭脚、鸡脚、猪脚不能少，指甲都去掉，腥味比较重。炸一下，一会儿涮着吃，炸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。趁着油做一个炸蛋，太大了，改一下刀。这只腿上肉这么多。哎，东哥，你看见小鸡的苹果十四了没有？怎么了？是真帅呀，我也想买一个，太贵了。那我这种 APP 啊，我是专人老用户了，每次换了新手机，都会把旧的放在上面卖了换钱。刚好平台有限时补贴，你这台苹果12都能卖3000多，比平时多卖4-500呢。而且下单就有人上门，电脑、平板都能收，简直不要太方便，快去试试吧。给这台小火放个尿，起火。看今天的菜系，这边是油炸品，这边是各种硬菜，闲暇不好煮的，
螺丝汤也好了。哇塞，看这颜色多正。红油是灵魂。鸡爪还得煮一会儿，先下点好卤的。这味是真上头啊，不过我的大脑知道是吃着香，口水已经流出来了。这螺丝汤熬的是真香啊。鸡爪应该也差不多了。下点螃蟹腿，给我爸妈留点，一饭白就能吃了。哇塞，这肉是真肥，你看雪白雪白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蟹棒啊。鲜美无比啊，相当过瘾呀。冷了十来天终于是暖和了，不来个户外烧烤都对不起这么好的天气。买了一堆配菜，今天做个铁板烧。慢点啊，五花肉、豆腐、青椒火腿肠、花肉切厚厚的薄片，再来去点腌料，香菜、洋葱，再来点生抽、蚝油、鱼露，少来点花椒、孜然，多来点辣椒粉，抓拌均匀。豆腐切大一点，大块才过瘾。最后还有一个生菜，起火，铁板倒油，油热了，哇，太香了！周围铺上豆腐。都给它烤了，豆腐刷点酱，先是中间的，中间熟了，好焦啊，吃完了，焦香焦香的，一点不腻。熬个生菜吃，辣椒、大蒜。就更过瘾了。等会儿吃，撒点葱花。好，下边焦上边嫩，这猪油煎的就是香啊。是，过来，